从这边长大的。我们以前基本上去北京早晨6点要起床，然后2个小时大巴到北京，然后在北京还没该办的事儿还没办呢，然后大巴没了。我经常带我们家孩子去北京看病，就坐大巴去的话一天完成，只能是选择自己开车到那个到北京再回来，然后下车再坐地铁。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表，估计都在去北京办什么事的话